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玩的游戏是《天命奇遇》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东阳村了，还记得这个小孩吗？走吧，自由行动。不知道会玩很久，就牵着我的手吧。我不怕，我记得回家的路。但大哥哥，你不知道路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让噪声一起？站住！你打哪来的？鬼鬼祟祟在村口徘徊一些什么？师兄，我瞧这人獐头鼠目，没事跑来这偏僻的地方，看起来非常可疑。要比獐头鼠目，在下可远不及两位，甘拜下风。啊，师兄，你看他还没比划就和长母认输，你白痴啊！他是在骂我们是长相獐的和老鼠。什么？师兄，我看这小兔崽子根本瞧不起长母的虎啸派。原来是獐头鼠目派啊！失敬失敬。你没看到长母爷俩虎虎生风的英姿，怎么说这是虎啸派？不，长母虎啸派名震四海，出强扶弱，长母能称斥炎虎，若有谁不知，他装作不知肯定有鬼，说不定就是他把村民掳走的。对，他说不知，分明大庄长，你这可怜家伙，还不快通时招来！看来这两人也是调查村民失踪的事情，只不过他们这样啰啰嗦嗦，见人就盘问，找到人才有鬼。我看我上跟他们说幕后组织者是魔女教，他们未必会信。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沧江派？沧江派？什么沧江派？沧江派名震四海，出强扶弱，师父人称死老头，有谁不知？你们装作不知，肯定有鬼。说不定就是你们把村民掳走的。可恶，竟敢学我们说话，看来你是不肯看乖就范。师弟，我们上，让他们见识我们虎啸诀的厉害。你们这些坏人，就想对我大哥哥做什么？这小鬼头是谁家的孩子？师兄，他好像是那个赌鬼老头李浩彩的儿子。李浩彩的儿子，为何他身边会跟着可疑的外人？我明白了，原来就是你把人给掳走，凶手果然是你。他不是凶手，他是我哥哥。听说你哥老早被你爸卖了，难不成是你把人给赎回来的？我们老早就兄弟相认，你没听说吗？我先前都在外拜师学艺，听到村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这不就赶回来了？谁知道一回来就被你当作恶人对待。这兄弟，你竟然不是来掳人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最近周围村庄接二连三发生村民失踪的事，你这生命口偏在这时出现，不误会你，咱们还能误会谁？不是可疑人物就好，我们到前门那瞧好，瞧瞧，你们兄弟赶紧回家，少在偏僻处逗留啊！奇怪，怎么有股视线一直盯着这里？那人鬼鬼祟祟的，到底是谁？你这小子，想不到消息谎来，题目有模有样的吗？我可没说谎，因为我早就把大哥当成我哥哥了。哎，想不到平庸多个弟弟，这孩子这么相信我，我可不能让他被魔女教人抓走，说什么都要保护他。小胖头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不送你到家门口，你赶紧回家去吧，别让你娘担心了。嗯，好，那你忙完一定要来找我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嗯，一言为定。虽然李馒头考过人口放置，但还有魔女教的东阳村民虎视眈眈，要是坐视不管，他会被逃入魔女教的魔掌。一定要阻止这事情发生，向村民打听人口失踪的事吧。增加报告点数15，东阳寻机开始。好，我先存这里。八卦，我们先升这个。这个很大吗？还好，不大。
女鬼应该是炎热吧。帝皇，这是我弟弟张虎要拿着半本家谱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莫非你想说，莫非是我杀了你弟弟？想想枪法秘籍，如果真的如你所想，你又拿我怎么样？你这可恶的东西，竟敢杀了我弟弟，偿命啊！看来我们虽不相往来，兄弟情分倒是不减。看来我可以安心将这八本秘籍还给你了。你要把秘籍还我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哎，那虎啸派掌门亲自选为徒弟，我看你心里是既羡慕又嫉妒。分家时，我一时又意气用事，以长男池中名义，坚持将这本家谱留在钟家，才导致争执，撕毁了家谱。现在想想，那不过屁大点事罢了，但是脸都撕破了。我想道歉，也没脸可拉下。没有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谢是一定要谢的，怎么能辜负恩公？哎呀，该拿什么答谢你好呢？但又舍不得拿出手，这是空的。这样吧，你手上那本半本龙蛇枪法拿来我看看，我就不要求其他谢礼了，如何？这好吧，但是只能看一刻钟。反正我早看过蛇篇，在一刻钟将龙篇融会贯通，对我来说是绰绰有余。一刻钟内将龙蛇枪法运半步了，龙篇全数阅读。我看完了，这本半本龙蛇枪法还给你。不多不少，正好一刻钟。恩公真是守约之人。那是当然，不说别的，等你弟弟回来，好好和他谈谈吧。告辞。好，这个我们解给大家看吧，龙蛇枪法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推前子，半本藏都可以试一下龙前枪法。15，所以15的时候他们会来。紫衣姐姐，这里牛子和炭，
好，我们换个武器好了。我想说试试那个龙蛇枪法。好，你感觉跟我打架？应该调查完了啊，全部都逛过了。对啊，都逛过了。啊，门口我们再看一下。啊，就是这两个。那我们去拜访小李子吧。好，进去吧。玉生，馒头，不好，当时莫文教下药冥婚村民，打算掳人了。不行，连我开始犯困了，得快找到空旷好一点的地方去。过了不知多久，可恶！要是我再强大一点，没有昏睡过去，说不定这次直接抓住犯人了。我已经即使逃出屋外，照样被那香味迷昏。其他村民怎么会有反抗的能力？不好，李婶和馒头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。好，我们先去其他地方看。是药方。哦，可是我还没去李婶人家看过啊。去门口看一下。所以门口那两个也不见了。
肌如磷脂，手如蝼蚁，周围还飘散着异香，他身上那些紫衣更是仙气飘飘，这不会是哪来的仙女吧？紫衣香气，方才闻到一股香气之后，我与李家母子就昏过去，接着整村里人都消失无踪了。难不成他就是在光阳村捉人的紫衣女鬼？而香气就是他用的迷魂药，这女人八成就是魔灵教派来掳人的。我说什么都要逼住他，逼他说出村民的下落。谁在那里？你就是村民口中那拐的女鬼。老听别人说这女鬼多么美丽动人，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。满嘴混话，我虽然与你无冤无仇，但若要坏我的事，我便将你的尸首扔进花丛去，让你做个风流鬼，与你最爱的女鬼出双入对。你是不否认寡娘这件事的？那太好了，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，既然不打算好好谈，我们就以权交心吧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纳命来，来来来来，奇怪女子，你这个女鬼个性还真是火爆呢，毒杀可是非常痛苦的哦。休想逃跑，休想逃跑！月，哎呀，太棒了！月，看招！想逃到哪儿去啊？哇，这招帅！看招！月，时间不多，别挡路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月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休想逃跑！休想逃跑！嘿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休想逃跑！休想逃跑！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呀，有机可乘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如此枪法蛮帅的。想逃到哪儿去啊？接招吧！呀，休想逃跑！一点多大意不得。我没闪过，不多，别挡路。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？枪法蛮好用的啊！有机可乘，接招吧！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太大意了！越越喊招，休想逃跑！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枪的范围比较长，比较好。得赶紧跟这女鬼打听东阳村民的下落，比较好击中啊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在帐中放着那些迷药，为何对你起不了作用？难道是那神秘老人传授给我的睡仙大法，除了伤口会治愈之外，还能抗毒？嘿，我乃是云海市有道士，专门到处收服孤魂野鬼，你们这些小鬼的伎俩，这样对我是无用。对了，小女鬼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你都要很重要，不知名的瓶子。我的药瓶，你什么时候拿去的？快把那瓶子还给我。方才他闪躲时，双手总是不自觉去护那瓶子，看来这里面的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别心急，你这样突然冲过来，要是我一个不小心手滑，里面的药丸连着瓶子一起摔碎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这个人最讨厌占人家便宜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回答我三个问题，我就把这瓶子还给你，如何？你问。第一个问题，这阵子掳走东阳村村民的紫衣女鬼就是你。
是又如何？第二个问题，是魔尼教派你来拐人的。哎，我手好酸啊，快握不住瓶子了。你再不回答，这瓶子就要掉下去了。你敢？老实回答，你到底是不是魔尼教的人？我是。好，我问完了，告辞。等等，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，快把瓶子还我。难不成你想毁约？说好回答三个问题就把瓶子还你，但刚才你只答了两题，要是现在就把瓶子还你，那才叫做毁约。你这家伙，我说什么讨厌占人便宜，更不打算一开始就在耍我。你是要钱还是怎么着？要怎样才肯把瓶子还给我？当然是问完这第三个问题啦，但我一时之间没什么灵感，说不定换个地方走走，我真想到这最后一个问题啦。对了，江湖上少有人去过魔女教总坛，肯定是藏在龙潭虎穴里。要是能去哪里吸取日月精华，说不定就能想出些什么了。你想去魔女教？你想去魔女教做什么？这还要问吗？自然是去救人。你们抓走的村民里面有我弟弟小馒头，当大的个怎么能不去救他？什么？你说你馒头是你弟弟？但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村民都不见啊？你不是你馒头他大哥吗？这村里怎么只剩你们？张头鼠目派的，当心！我被抢走了。有破绽，这瓶子我收下了。师弟，这女鬼竟然咬我手指放毒血，而且对方只够沾了一点毒血就应声而亡，太可怕了！你这妖女竟然毒死我弟弟！我饶不了你！哦，毒死我师弟！别找死，他的武功邪乎得很。闭嘴！我要拿他血祭师弟。张头鼠目派人，给我冷静点！我打你是为你好，你以后就感激我了。好了，小女鬼，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。我还想到魔尼教去问你第三个问题呢。没必要，逼我的毒血那里不合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。我已毒回药品，就不和你逍遥缴获了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小女鬼，你爱去哪里浪，我管不着。但我敢打包票，你最后一定会回头找我的。想得美，今日算我倒霉遇见你，我们后会无期。你若是想我的话，记得到洛阳的灾星客栈找我。那瓶子送他吧，反正我早就把瓶子的药丸给倒出来了。哎，这么快？等他发现这件事，他的表情铁定更像真正的女鬼。到时候他不来洛阳的灾星客栈找我都不行。好吧，他们昏迷了，已死去。卡在门口，所以现在嘞，可以走了是不是？嗯，没人了，还有龙蛇枪法先学是不是？要不然以后就学不到了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先到洛阳的灾星客栈，新区域开放，哪边啊？看到啊，
我先去露眼吧。占星客栈是吧？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到了。楼上吗？东阳村那小女鬼差不多发现她的药品空了吧？我手上可握着她最重要的药，等她来了，一定要让这些药逼她带我上魔灵教。前方视线径达到180，内径与110，护体再行前往。哦，还有这回事是不是？护体，没有，存档。哦，可是这样子不好剪影片呢。先前往再说啦。想一下哦，那，我要换装备，用刀。内力全满时，消耗内力下降50%。受到伤害时，10%伤害改扣除内力。五个招式在冷却时，我选择好了。好，我们 go go go。包厢也要钱啊！你这贼人，快把药还给我！小女鬼，等你好久了。东阳村一别后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无赖，你是何时把瓶子里的药丸取走的？当然是从你身上摸下来，当下就取走啊！不然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离去？你想过或许有人正急需服用这药吗？你这是草菅人命！原来你如此爱惜人命。那东阳村那个一言不合就杀人的肯定不是你，而是真正的女鬼了。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跟他江湖打滚打滚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谁有那闲工夫去可怜弱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必去可怜口中那位急需用药人了。告辞。他不一样，我妹妹她不是江湖上的人。这原来是你妹妹要用药，早说嘛，我怎么会跟一个病号过不去呢？竟然如此，还不快把药王给我。别急嘛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还记得我的条件吗？只要带我去魔离教，这些药就原封不动，只多不少的还你，如何？哦，他叫邢诺美啊。哼，不就是想去魔离教吗？我答应你的条件，快把药交出来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的条件可不是带我上魔离教，而是上魔离教去思考要问你的第三个问题吧。等我想到这第三个问题，而你也给出答案后，我自然会把药还你。行，这么急着想去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只不过届时药丸要是少了一颗，我就宰了你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小女鬼。我邢诺美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别再喊我女鬼。那你也别再叫我无赖，我可是有响当当的大名，叫柴硕峰。行了。我说要带你去就会带你去，拜托少耍点嘴皮子，你吵得我头疼。那你赶紧带我去魔灵教吧，否则我可要继续吵了。呵呵。哎呦，师傅，就是他，这妖女杀害师弟的。上官红领，哎呦，奶蛮大的哦，这个胸部我可以。敢在虎口拔须，胆还是不小。武校派要你今日在此偿命，是武校派找人派人找小女鬼寻仇了。不好，要是小女鬼出了事，去魔灵教的线索就断了。我可没那闲工夫杀他，是他草包行事不看场合，兼之武功不到家，死了也怨不得我。
好一句死儿，可怨不得你。我现在就在此练掌，你要是被我打死，也怨不得我。哦，好烂哦，小女鬼。偏偏在这种时候，不好，他被自己的毒血反噬，不赶快抑制就糟了。住手！小子，你是哪一派的哪根葱哪根蒜？这里没有你插手的余地。一派一边看戏去。B， 我不知道什么葱蒜派，只知道自己师承苍江派，暂时是掌门之下的第二号人物，但很快就跃居一线。苍江派是那个人？想当初为难的尚未分出高下，他便绝迹于江湖，这下可好，我就来瞧瞧他徒弟的能耐。第二，我和这小女鬼之间还有一笔没结清的烂账，不能在这里就让他死，所以这件事我是非插手不可。看来你和他是一伙的，那便带他接招吧。那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真有本事保下他来。哇，跟掌门打耶、欸、上官红绫，有话好说啊，何必随便就动刀呢？就来看看他教的徒弟有几两重吧。啊，嗨！哦哦哦，上官红绫拿剑的啊、哦！小心了！嗨！感觉很强。别让我失望。哦。破！啊！绝招！可，嘿，别让我快跑快跑快跑！可，快跑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可，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吧。爽！别让我失望。绝招！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小心了。这次不抢了、啊，有机可乘。小心了！可恶，没胜过。别让找你破绽百出的。哼！嘿！来，找你破绽百出的。哼！哼！有机可乘。别让我失望，这徒弟教的还不错嘛。哦。小心了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。别让我失望了。嘿，破，嗨！哇、哦，又被打得很痛。别让我失望了。有机可乘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这个不能被打到。嗨！哦哦哦哦，血车。这个痛，这个痛！嗨，小心了，别让我失望了。嗨，哼！哦，小心了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嗨，别让我失望了。哼！哟、别让我失望。天机刀法的好处就是这样。绝招吧！绝招吧！可以回血跟内力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别让我失望。哎，明。绝招吧！快移快移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快跑，别让我没想过。我狂放了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小心了，小心了，
别让我失望了。没想过。哦，是的。哇，谁？这刀法真危险，要是砍中要害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绿鬼，趁现在！师傅，他们逃走了。能在我上官红领手中逃走，算他有本事。别追了，那妖女已经活不了多久，呼呼那小子也能安息的。那个臭小子也不能放过，当初是他偷袭我，不然早遭到那个妖女第四弟报仇了。他真要杀你，何必有你的命？你这蠢蛋，被人家救了都不知道。要是你那时和妖女对上，只怕有一百个你都不够死。可是，说不定那村民失踪跟那小子有关。绝对无关。我认识他师父梁仁浩，要是他敢做这种缺德事，梁仁浩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去找到失踪的村民，敢在我们火校派附近绑人，他们是活腻了。哼，哇，掌门名士李多了。最危险之处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绝对料想不到我又会绕回客栈里。你醒了，别乱动，我去替你找大夫。我这毒寻常大夫无脸姐去找也是白搭。怎么会？那该怎么办才好？我这辈子没有低声下气求过人，这次算是开了首例。只有我家乡的药王谷才有方法抑制这种毒。才受风，求你带我活去，否则我也只有死在这里一途了。要是我死了，那我妹妹该如何是好？都这种时候了，还一心想着妹妹，这小女鬼就是为了妹妹才活在这世上一样。难道有人不要选二了？二感觉很假。难道说就像我用药王要挟她一样，这小女鬼也被人用妹妹的安危掌控着？好，我带你回去。小女鬼，你之所以中毒，有一半是我造成的。不管我们之间有何恩怨，至少我得负责带你回家乡，医好你中毒。没想到你良心还没死透，我先替我妹妹谢谢你。你别想太多，我还没问完那第三个问题呢。要是你死了，我岂不是被你坑成毁月之人？你的故乡是药王谷，那你不是号称没有配不出的药吗？你的毒一定能解的，但没人带路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走。你还是振作一点吧，可别在到达之前变真的女鬼了。离开去做准备。好，先这样。好啦，这期先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频道主页放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铃铛跟订阅按钮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